Thank you.
我们台湾只有一间微烤店。你要辣吗？对啊。有点是代理商，不是代理商，他是经销，他有时候是微烤店招商，跟什么神脑、跟光年他们一样的代理商。台湾只有一间微烤店，还有几间代理商。那边的微烤店最一间。